快解，快解开呀！师傅都让解呢。师傅，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，叫做朱无能。我还记了五魂三宴。今天见了师傅，我可以开荤了吧？啊！哎，不可不可，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，我再送你一个别名，叫八戒。如何？八戒，八戒就八戒。哎哎哎，还不去谢过师傅？哼，谢过师傅。嗯嗯哦，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！阿弥陀佛。多谢二位师父，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。老施主，我们行脚僧不受金银财帛。也好也好也好，高才，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，今后有要紧多照应我两个。